日前有媒体拍到郑爽胡彦斌深夜约会的照片，一见面两人就上演亲密摸头杀，十分亲昵，疑似复合。25日，胡彦斌发微博辟谣复合传闻，随后有媒体向胡彦斌方求证，对方回应称希望网友别再继续猜测和传播谣言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胡彦斌工作人员也向媒体表示，网上的谣言都是不真实的，两人真的没有复合，希望不要再传播不实消息。而胡彦斌也曾在节目中表示，分手后不能做朋友，没有必要互相伤害，但也表示如果对方有任何困难可以来找我。截止目前，郑爽方暂未对复合传闻做出回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